宝贝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我准备一个惊喜要给你哦。哇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啊？你不是说有惊喜吗？你等一下啦，我要变魔术咯。锵锵锵锵，这是我特别制作送给你的礼物哦，你喜欢吗？嗯，我很喜欢耶，好可爱哟。我还特别制作一个天上的爱心要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这么浪漫的爱心要怎么做呢？首先盖出一半像这样子的爱心形状，然后再盖出另一半的爱心形状，再来用上色的工具把它喷成桃色的颜色，再把不要的方块删除掉，这样子就完成咯。